我们今天来看小动物，拍不到。闭嘴吧你！胆子小就说胆子小，胆子不小的好吗？但这个做的也是蛮丑的，说实话。对啊，我看到这个我就有点不适。好，那我们过会儿进去让你不适个够。它不动哎，他们都不动。完全不想动，有点像在看《权力的游戏》。为啥？我没有，那条被卖了，今天早上卖掉了。山顶上面是特别大的恐龙雕像，也是按人是比例排的，然后人从远处看到就感觉哎呀，挺神奇的。对，我们走下去吧。啊？不走。啊？哎，我小时候也没有。以前看书上说你在恐龙尾巴上砸一下，四秒钟它才会一个人。太大了是吗？对，它反应慢。对，说是它们的信号，信号从尾巴传到大脑，然后四秒。我这就是鳄鱼的嘴很长。嗯，我感觉这嘴很容易坏了。这个光线好完美啊，我们在 Crystal Palace， 然后今天人超级多，因为周六嘛，而且天气很好，出大太阳，然后很温暖，我今天又是被花衬衫支配的一天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等买吃的，买吃的在排长队，然后过会要稍微玩一下游戏，他们带了一个什么，就我朋友他们带了一个什么扔球的一个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他排到了吗？他排到，你要走去，你要走去哪？你好茫然。他是不是还差一点？我看到，我刚看到他。他真的在画完的时候。不要紧张，好好发挥。来。这个时候就是要掉链子。我平时不掉链子，只有关键时刻。哦。哇塞，厉害。你，哦，你把白球撞开了，然后非常成功的撞开。对，他刚才非常成功撞开了那个最近的。来拍一下。你赢了，我帮你。对，你赢了，我赢了。对啊，我把它撞开了。哦，是这样的吗？天哪！我又不是一个明显的受惊。哎，对，还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你俩，对，你要接的时候，你最好上下拍，要不然他这样转的时候，你打到他侧面特别疼，手疼。因为水平不高，所以就得一直动。哎，你这个飞得很好，哎，最好飞回来。哎，这个就是非常好的。我这个东西，主要是因为扔的头位。我很怕。哎，真的 ，Karen 飞这个飞得特别好。我不敢接你。你看我一眼，你不理我。哎呦，在干什么？哦，我的骨头。你走啦。就是偷偷的淡淡的想。
永远抓不住他的头。对，因为他们一般不喜欢被抓头，但他比较熟我。对，我觉得他没，对，我觉得他还蛮，你看他在外面也不团成球。你是看到他头就怕是吗？不是，牛，对。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接触的不多，就是后面可能看习惯了也就还好了。对，主要是因为不了解。没事，我给你创造机会啊，马上，很快就可以了。你摸一下，你又不是没摸过，软软的，它比我还热。我可以抱一下它。哎呦，可以啊，你胆子大了吗？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您请。它真的很乖的，它这条还特别乖，我觉得。可以感受一下它的凉水压力吗？对。你别抖啊，我感觉你有点抖。哎，他整个他表情很僵硬，你看他很有意思。还行，真的。只要你动作不要做很快的动作，就蛇也会很放松。镇定一点是不是？对，你要慌了他也慌。他属于脾气非常好的蛇，至少我大洋这么觉得。嗯，我觉得他脾气很好，而且比较亲人。以前那个蛇不喜欢人。就是还行还行，我觉得你可以渐渐克服了，最后发展到也要买一条啊，买一条应该也不会。我等着你真香啊！我今天去看那个爬行动物，我觉得蜥蜴还蛮可爱。哎，蜥蜴其实长得真的蛮可爱的，小爪子、小脑袋。对，其实还没有那么吓人。是没有那么吓人啊！是蛇啊。超吓人的，对，最吓人的动物就是蛇。是你们既定印象里感觉它吓人。每年被蛇咬死的，还没被马踢死过。对，真假的？真的，蛇胆子很小的。你被它禁锢住了。它把我逮捕了。对。哎，也帮我拍张照片，我被蛇逮捕了。沙发上它应该就马上走。它马上就自己爬走了。对。哎，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对，他可能觉得刚刚那个位置太稳了，想让缠住我，应该买不到。对，保护你我。你让他慢慢吧。你不要紧张。麦克，你放开我行不行？你太好笑了。你下来一点，你下来一点。麦克，那个。你要或者你放到沙发上。我积极配合。放开我行不行？麦克。行吗？不行。没事，没事。我们先吃，你能松开了，你再吃。哎呦，他是不是比较？来，钻出来，钻出来，考验你那个。没事，我搓一搓他尾巴尖，他就不行。其实我是可以放手，但是因为我戴了那个手环，怕刮到他。对的。我怕万一他就让他受惊了，就不太好了。我刚来英国那年，流行特别的像什么叫液体。还是叫什么的手环？哦，对的，神奇的瓷器对健康有好。对对对，是的，我记得还有那个项链对吧？说治颈椎还是什么的。对，我这个只是戴了，就是你知道买的那种老庙红那种路路通，就是出来之前我妈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戴，没有想到成为了我和 Madam 的羁绊，到现在还不放开我。太好笑了你！哎，可能你要不就让它放在沙发上看看亮会不会好？对，你把手放沙发上。我想搓它。哎，你当心。它并不一定。但是，没事，还好，只要它不进这里面。我怕它，我把你一屁股坐到它。稍微，我觉得它要慢慢放。好，它放松了。对。它要滑开了。回家，你先回家，我们吃饭了。你们买的哪家的底料好香啊？小肥羊啊！哦，对，你今天是你去那个什么快乐岛，他们现在还限时吗？有那个，你们喝那个吗？哦，他没跟我提限时的事。鹿角虾。对。我喝冰红茶吧，还有马牌对吧？其实我就四杯全冲了。好呀。好像好，哎呦，这还有散色，换着喝喝了。其实我觉得就是够了，我觉得就是打着打着就会了。嗯，现在就是完全把基本的怎么胡牌教一遍先，然后开始打。对，